从前，张尚福给我梳头的时候，总说我有一头好头发。他要是看到你这一头，你不知道张尚福是谁啊？毕竟那个时候你还……他是我娘的旧人，已经不在了。他要是现在还在，我娘还在，中秋那天就不会。很疼，直到现在还是很疼。我一开始还数着数，后来疼忘了，就一心想着怎么还不晕，怎么还不死。我想起来你说真的特别疼的时候，可以不用忍的。陈琴让我咬着手，我还嫌丢人。后来，什么都不要紧了。是真的，我不懂比，因为是他。也确实不敢用印。但我也确实打算，万一出事，就抛弃你。我想过，真是那样啊，午夜梦回，偶尔想起你，也许会回馈无期，也许无动于衷。毕竟被我抛弃，被我辜负，让我做噩梦的人又不止你一个。电睡来干什么？啊！扶我起来！电睡，电睡，陛下，是要怎么处置殿下呀？皇太子在哪里？电睡，是在里头吧？让他出来吧！殿睡。殿帅，陛下真是冤枉，冤枉！你要杀把小人给杀了吗？你要杀你把小人给杀了。所以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会道歉，更加不会补偿。
这些，皇太子萧定权接旨。 这些都是我的真心话。